这烤肉的时候这东西解腻。嗯，放点泡菜，再拿点这叫肥肠泡菜炒饭。嗯，好了，两口就够了啊。我们去拿点那个韭菜，韭菜新鲜。Hello， 大家好，我是志谦爸爸。今天呢，志谦家要尝点肥肠啊。上回做牛肥肠的时候，志谦老爷说了，猪肥肠可能会更香。然后今天我们准备了猪肥肠，准备烤一下试试啊。先给它用嘴烫一下啊。说实话啊，这个味道还是挺正宗的啊。去腥三剑客：姜片、大葱、味淋、盖盖。我们先这样焯一下啊，关火，好嘞，哇，放到凉水里面浸泡一下，哦，给它来一点啤酒，姜片啊。我们这样压十分钟就可以了啊。好了，好嘞，好了，我们开始拌一下啊，来点黄砂糖，来一点辣椒粉，然后是酱油，酱油可以多来一点啊，用我醋啊，来点醋，拌，这样拌就行了啊，这个超简单的，最后撒点芝麻就可以了啊，刷一层油保险点，上点肥肠，先都洗手。我要过去压下来。这个肥肠好吃吗？哦，可香可好吃了，老爷今天推荐的，都把这是金岛的，来一杯，张老爷，来一杯。老板，张老板，你有遇到什么的吗？哦，那些姐，嗯，很棒，是吗？嗯，那些大，你那一半都没给打。그야채에싸서먹어응같이먹어불좀낮춰요응韭菜와같이먹어봐맛있어응상추는好像是多此一举呀진짜맛있어香越越嚼越香越嚼越香嗯我的鸡蛋都不酸呀越嚼越香응먹먹을수록더더香了嗯아그비싼게소고기소고탕싸는것보다도돼지고탕은되겠네요기억이나근데이게저방에거의부끄러워서왜그래부끄러워서우리下回再来你猜这个给谁最牛哄哄的哟咱家金岛又是钱袋子又是摄像师来金岛来一口放点泡菜，그때는약간싸워예자구워가지고응그래야돼근데뭐그렇그렇게할수있겠나요즘다먹으니까下回多买点응이건싸기좋지예싸기좋아요예시장가면거의다있는것같아요응这个爸爸为什么锅不肉骨汤？谢谢。为什么锅不肉骨汤？这个肉汤呀？喝肉汤拿出来呀！你他有点不耐的说那个，你吃这个就肉汤。嗯，맛있는결론다。韭菜가맛있다。嗯，맛있겠다。嗯。韭菜呀。嗯。
这烤肉的时候，这东西解腻。嗯。螃蟹再磨点的油还没买。嗯，可以当出山了吧？嗯，那行了。啊，你过不了那么大年。你还想吃饭呢？那给你来点。来进来，挺好吃。我给买些烧。你盐那个都没别的，你给装吧。盐没有钱，没给装水。我视频记录来说，高一进来的是啷个？那个不就做水？盐那个倒的好多。有这么多的？盐那个倒的，那还是那个葡萄的自己。嗯。哇，那这个太高级了。可以。兄弟。那么多呢？我不用给他买钱。买钱了？那我一个八块就行。我们还不够钱。不买，不买是挣钱。再说。嗯。蔬菜炒的也行。这叫肥肠泡菜炒饭。然后把它铺开，然后这下面是锅巴，上面是肥肠炒饭。哇，马上给打，要忘了。喂，金导演呐。哎呀，干嘛？喂，金导演，有点晚了啊，有点晚了啊，对不起了啊。你好。你吃不走？哎呦我天！那一碗饭才吃完了，说不想吃了，你吃饱了吧？这炒鸡腿嘛，那我可以吃这个吗？可以，那就是你的。妈妈跟姥姥今天给你买的，谢谢姥姥，谢谢妈妈，对对，那就谢谢妈妈，谢谢姥姥。不客气。嗯。咋不谢我呢？为什么不谢我呢？爸爸买了吗？咋回事？给他买的饼干。嗯，我记得哪个？肯定是超市啊。什么超市？什么名字？不知道。给导演留点吧，他吃不了。不，我吃饱了。是炒饭，吃饱了。嗯。吃多少吃饱了？再来一口吧。哎呦我天，太多了，好油腻啊！哎，就不跟他磨磨，就老这么劲道。哎呀，昨天你不喊我。当官还得是劝你些的，必须得手里拿点东西。我们啥也不是，你干不？拿点那不干。带太多了吧你？导演就是带了，就在找我搞个买酒的嘛。韭菜一个也是。啊，真的。如果你干了韭菜了没？俺俩，少来点，少来点，来。太多了韭菜。呀。吃多了。吃高了，他洗后面的皮都颤到了呀！嗯，皮都颤到了呀！我怎么觉得老爷的肚子瘦了？哎呀，我天哪！八月份几天天天减肥，没看肚子？吃这么多还这样？你想吃什么呀？这是有事要求的吧？你别跟我套近乎啊！我没钱，告诉你啊！这个底下锅巴炒好了，汤顶了吧？哎呀，我的妈呀！这个妈妈的小伙子，汤你妈不打，这汤妈带我们妈生的。那我准备带一个多，几个馍，准备馍给他。三斤，三斤，来。那汤妈打，汤妈煎。他那个炸没给打。嗯。那个炸吗？那个炖不那个。要炸吗？你嘛。哎，买馍个啥吃吧。我来干嘛给黑的？男的，你是搞摄影的啥的啊？哈哈哈哈哈！哪的啊？哎，哪买？嗯，像你那好的眼镜嘛，你挂配合，那可是跟顶配合，有点大，挂上彩，就那么个。那能乞丐吧，你哥？哈哈哈哈哈！挂上彩的，你那买差蛮多的。你那也挂起不？哈哈哈哈哈！我那六个。啊，这 A6 顶配吗？A8 吧，A8 乞丐版本的，上哪呢？敢比谁？你代表？对。
근데 A 류 딩페하고 A 바 지갈반하고 값은 비싸다 하는데 그게 아니야. 집이 예뻐서 그래. 그래도 뭐 써오시는 것도 이마 따고 응 그래 나 还是得 A 바 오! 샤워는 이제 또 너무 많이 물어 뜨거운 거 가지고 또 짠! 시야! 응. 기름 200원어치 자기 한 대 돈 흘려가 여가지고 속이 답답했는데 이거 뭐니 속이 좀 부겠어. 얼마 답답한데希望我们的视频点击关注三六六耶好了我们明天再见喽